你要到了，秀团医疗体系举办秀爱心团欢乐2021当年救济活动，为民众发起620个收入好家庭，希望伊买当过一个快乐温暖的好年。有 baby 甲囡仔，拢是要送予彰化市的弱势家庭。秀团医疗体系为着要关怀社会中的弱势家庭，所以伫旧历过年之前举办秀爱心传欢乐2021当年救济的活动。有彰化市620个家属伫好做伙来参加。秀团医疗体系黄明和总裁表示，台湾连续几落波寒流，造成真侪民众的身体挡袂牢，所以才会来举办这项活动。今年，冬天真的是非常冷哈，有几波的寒流，我们又看到很多猝死的案例哈，所以黄明和总裁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啊，秀团体系就举办了一个秀爱心传欢乐的冬季救济活动，对象一般是就是低收入户哈，那当然彰化是有625户的低收入户。是我们救济的对象，那白米5公斤的白米，还有毛毯一个哈，让这个家庭哈可以过一个好好的年哈。彰化秀团病院嘛，伫现场设置健康出诊站，提供牛血压、心电图、胃胶酸团等等的服务，鼓励民众好好照顾家己，平常时做好防疫防护措施，才当去确保身体健康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。